下你的眼睛，整个世界不停在闪烁，心跳加速像是着了魔，整个星辰倒映在你眼眸，深陷其中。传奇顺利开服，河川和 UA 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找我们麻烦了。下周的工作重点除了全公司的大数据分析报告，还有两年一次的数码展博会，你觉得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阵容去参加比较好？说到哪儿了？麻烦你以后再笑得那么春风荡漾的时候，先搞搞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人是姓盛，还是姓赵？哎，堂堂这个手游大老板，居然笑成那个样子，爱情啊，真是让人疯狂。嗯？哎，买牛奶了。哎，干嘛？这冰箱里的饮料你随便喝，它是我的。凭什么？哎，你这牛奶是黄金做的，还是说是从什么非洲大草原空运过来的？难道是什么人送给你的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过期了。啊？这是我今年春节大采购的时候买的，放在冰箱里已经小半年了，可能已经过期了有五六七八九十个月了。如果你今天喝了，说不定就要送到医院去抢救了。春节的时候买的，过期了那么久还放在冰箱里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是啊，我任性。喝水吧，再不工作的话，今晚你就得通宵了。之前说他任性，打死不承认，今天居然自己承认了，一定有问题。春节大采购，过期了四五六七八个月了。谁信啊？这个是我最喜欢喝的牛奶，每当我倒霉、失落、想家了，我就会买来喝。每次喝完，就感觉所有的烦恼、难过和伤心全部都消失了。以前是你借给我好运，今天我也把它分享给你。把它喝了，就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
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专业度。是一个对工作、对人生都特别认真、真挚的人，你觉得他会随便亲一个女生吗？顾总是个不太会轻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，他和你靠这么近，心里一定喜欢你啊。没错，顾总喜欢你，他喜欢我，只是亲了一下，就真的喜欢我吗？明明进入 Z 手游的时候，他还那么冷漠高高在上，我只是他手下的员工小白，难道你真的是我倒霉了22年的人生后最大的幸运吗？你真的喜欢我吗？还是不喜欢？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说出来？想我了？顾一晨，你不是顾总吗？怎么能用这样的口气说话？公开撩人是犯法的。明天我们聊聊。还没来吧？应该没来。太早了，应该都没来。你们两个走路能不能有点声音啊？吓死人了！我们两个声音很大了，好不好？是某些人太过于专心，听不到吧？暖暖一心只关心顾总，哪里顾得上我们啊？欣然姐，想问顾总是吗？他还没来呢，还早着呢。谁要问他？我是上午有工作要找，找盛特助。哦，你要找男学长啊？学长早。行了，我才不会上当呢。我要去上班了，迟到了。扣业绩了，早安晚安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哎，暖暖，才8点。别管他，就算只有6点，他也得跑。这个赵暖暖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见到我们像见到鬼一样？不会吧？你吃好喝好，真的假的？顾总，
这次的大数据分析报告我会亲自来做，外服的数据这两天也会传上来，还有数码展博会的统筹工作，我已经全权交给了展博会的安排，都交给我。乔楠，今天中午的午饭你自己去吃吧。老大，你午饭不吃了？ 中午我想在办公室里吃。好，那我让他们一会儿给你送上来。嗯，多点几份，可能不止我自己。还有，把这个布衣碗我放到我的办公室，中午他也要吃饭。千字文。哦。 最后一天了，能不能写好看点？你们最后一天？我们项目完成了，今天和音效导演收尾，从明天起我们就搬到自己工作室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工作室正式营业时，你要来玩啊？好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哎，你别理他，他最近大概是更年期提前了。 已经下午1:30了，还真是有点饿了。这热腾腾的小笼包，香喷喷的蟹黄烧麦，红烧排骨，土豆炖牛肉，番茄炒蛋。 还有清炒时蔬，什么红烧排骨、炖牛肉、番茄炒蛋？我不饿，我真的。这味道可真不错。这红烧排骨也太香了，刚才就应该让乔楠多带几份。顾一晨，你是魔鬼！ 我真的，哎，闹够了吗？
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可是，就算你每天都穿成这样，我也依然每天都想见到你。 骗你的！你要是再敢在公司里面穿成这样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。赵暖暖，顾一晨，打人不打头，会变笨的。穿成这样，在这里面站了2个多小时，也不见得有多聪明吧。过来吧，这么多饭菜，你想我一个人吃得完吗？ 我还是不了，我回去吃泡面吧。顾总，晚安，午安，一路顺风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想在公司里面跟你聊私事，有正事要告诉你，你过来。这是给我的呀，欣然姐。 你还没吃午餐吧？我马上给你点滴滴外卖送了没？饿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，我全包了。这是给盛特住的呀。你大中午跑回去，就为了给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？你确定他会吃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倾注了全部的爱的甜蜜套餐。南雪长吃了一定会深情的爱上我。 你这哪是甜蜜套餐啊，明明是女巫套餐，好不好？要不我先替你们南学长试试毒。欣然姐，哎呀，逗你玩呢。希望盛特助吃了你的甜蜜套餐啊，早日回心转意，早日爱上我们家漂亮又可爱的小秘密啊。欣然姐，抱抱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 我听着，下周会展中心要举办2年1度的数码展博会，所有的手游公司都会参加，我们 Z 手游也不例外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公司每年的重点项目推介发布在数码展博会上也会同步推出。今天乔楠递交了我们公司的4个重点项目，你的项目列为其中。真的？所以你必须要为了你的项目准备一场15到20分钟的路演发布。 不仅要给项目做一个全面的阐述，还有，你项目所有相关的声光影像资料，若是这一次的路演发布能够被外界认可的话，我们将会以这场路演发布为基础开启你的手游项目。真的吗？我的项目真的可以启动制作？真的，不过也要看你这次路演发布的表现了。我可以做好的，顾总，不管是路演、发布会还是演讲，我都可以的。 只要能让我的项目发布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就看你这次的路演发布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为什么流水上升了？营业额反而下降了。是我做的有问题，还是数据本来就有问题？干什么呢？你背后长眼睛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我不用听，不用看，也知道是你。不。
听不看，那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因为你的……因为我的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今天很忙，你快回去吧，没时间陪你瞎胡闹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胡闹的，下周我就要跟暖暖他们去路演了，我可能好久都看不到你了，你就让我今天陪你一下嘛，就一晚，好不好？嗯。不。南学长，我喜欢你，永远永远只喜欢你。乔楠，把前台的方蜜还有吴欣然都叫到赵暖暖的路演发布团队里面，另外再找两名往年路演发布经验丰富的同事协助他们，一定要确保路演发布成功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手游的主场景，暖暖，好吧，暖暖，暖暖，我来加入你们了，快来。你看，这个呢是我们这次手游的主场景。原来二十分钟的项目发布要准备这么多东西。可是，谁能想象，四个月前我还是个疲于奔命、天天面试都会失败的倒霉蛋，现在我却已经能启动自己的项目制作，站上发布会的讲台了。人生
真的好像做梦一样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专业度。在我的心里，应该没有杂念，只有工作。你要这个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我就知道，还以为他真的转了心，结果还是那个魔鬼。讨厌顾一辰，就知道欺负我。仙人姐还说他喜欢我，喜欢个鬼了。不对，是鬼才喜欢他。记得这么详细，明天怎么做的完？
我。我喜欢你。悄悄出现。